为了提升生育率，促进妇幼福利，吉安乡112年度加码补助10000元的生育补助金，加上县府补助的20000元，每胎可以领到30000元。乡长游淑珍希望能够补贴家庭生育的负担，进而提高吉安乡的生育率，打造友善的育儿环境。吉安乡制定生育津贴发放支持条例，经过代表会预算支持通过，112年开始，只要涉及在吉安乡满1年，每生一胎，乡公所加码补助10000元的生育奖励金，加上县政府补助的20000元，一胎就可以领取30000元的补助。谢谢我们代表会，让我们的自治条例通过，得以在出生率加额10000，共同携手县乡协力补助30000块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福利来执行。我们涉及在吉安1年以上的家长，由3月31号开始的出生新生儿，就可以获得20000加10000县乡协力共同给予的补助，希望能够减少我们生育的负担，也希望能够造就共同幸福成长乐活在吉安的愿景。希望我们吉安乡加油，让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吉安，让我们的孩子获得最好的乐活成长的环境。根据吉安户政统计资料显示，吉安乡出生人口数从108年586人开始逐年下降，111年只有497人。为了鼓励适孕的妇女多多生产，在代表会支持下追加了600万元经费，希望可以把新生儿的人数突破600名。乡长游淑珍也希望借此政策鼓励在外工作游子返乡定居，更欢迎外县市的人口可以移居吉安，共构吉安乡成为幸福宜居的美丽家园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